Combat Kings 是一款街机式横向动作游戏，我们要扮演技术高超的机器人猎手，把占据都市的狂暴机器人统统拆掉。游戏中我们可以用擅长远距离攻击的唐纳文，或是擅长摔技还能够防守敌人攻击的科比。游戏过关的方式不是打倒所有敌人或是到达终点，而是要在时间之内达到指定评价才算过关，所以打很慢或是攻击力不够，分数就很难上去哦。还好我们可以去商店升级角色能力，购买新的攻击技能，还能够花个50万买一只 AI 狗狗。但想不到这只狗狗只会汪汪叫还挖地板，被敌人轻轻碰到一下就四分五裂了。天哪，我的钱就这样喷了吗？原来挖地板有机会挖出稀有的补血道具。哎呀，真是错怪你啦，乖狗狗。体验 4K 画质 3D 无接缝开放世界，全新职业卡系统让你随时准职。现在就呼朋引伴到天堂 2M 立下血盟誓约吧。